有一位粉丝，他的网名叫主优意思哎，他说让我挑战拆荣耀版第16弹，抽2包出 SHR 卡。纳尼？发了一个抱拳，抽我，还发了一个哭脸。这位粉丝不用急啊，我今天就接受你的挑战，我抽你啊！等一下我就在这个荣耀版第16弹里啊，抽2包出这个 SHR 卡。A club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这个是全新未拆封过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打开。拆开。哎，来呀，这里还有呢，封条。好，拆开，总共是几包？18包。那你现在来摸吧。行。SHR 你反正会摸的嘛，对吧？嗯。来，你一包一包摸，你用顶卡的方法，对吧？嗯，这包不是光溜溜的。光溜溜的就不是。来，再来。只有2包哦，这位粉丝说了，只有2包，也不是啊。那说明你只有2次机会啊，看一下你能不能成功。不是。小翔能摸出 SHR 卡吗？这边那边试一下，那边对，这边看一下。你光在这边摸肯定是不对的嘛。这包不可能出了吧？不可能出。不是。啊？本条视频一镜到底，看看小翔能摸出来吗？也不是啊，中间的呢？中间的找一下，感觉他摸不出来。不是，也不是啊。令家能打败赛罗奥特曼吗？不要，里面没有哦。不是，还不是吗？嗯。那你摸了多少了？摸了这么多了？有这么难摸的吗？是。啊？是。是了。啊。你确定？对啊。不会骗人吧？不能忽悠人的。这包开不出来，我不玩卡好了吧？这样子啊？啊，那这包先给我，你还有还可以再挑一包。就这包吧。啊？这2包。你随便挑啊，你这个。对啊。你说这一包是啊？啊。好，那这包在我手上，来，你把那包打开看一下。啊，这包不出 SHR 就不玩卡了。你说的啊？嗯。小伙伴们，他说这一包是啊，我现在在我手上啊。LGR 一张，HR 一张。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！看一下小翔同学接受这位粉丝挑战能不能成功。小伙伴们别眨眼睛，来猜。没有。别吓我，如果开不出 SHR 你就不能玩卡了。这个开不出啊？那个、还真是啊。哇，抗金的真是。给我看一下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小杨同学终于开出来了，迪迦的一张 SHR 卡。哇塞，哪里迪迦了啊？特里迦，我说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居然挑战成功了，小伙伴们能不能帮小爱同学点个赞啊？